在沉默，该忘了你。放他娘的狗屁！他娘的狗屁！狗屁屁！是否刻骨铭心，并没那么重要。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叫大哥，别叫你院长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只能小声叫。家明显没有辜负自己，终于等到你。咱们先回家吧。好，一会儿一起回家。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饭应该做好，我可没有闻到饭菜香味。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。不会吧，你也会洗手做羹汤了？平淡中体会爱的别动啊。味道从见习实习文懂开始，原来你那么早就对我起感情。吃个苹果，苹果真甜。来，确实。什么时候变女性会了？差点要错过你。好了没有？哎，不行，三倍腾出抽筋儿。你还会做早餐？我还是先习惯习惯伺候你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还有多少隐藏的技能是我不知道的？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体现得更快。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林院长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你今天不用等我，吃完饭早点休息。那你在外边注意安全啊！落地给我保个平安。咱忙完这点时间，我天天回家吃你做的菜。不理我，你真忍得住不下嘴？越来越没规矩，我现在可是赵启平，到哪里我都是你大哥，坏蛋。老天爷待你不薄。